秀智、梁世宗主演的韩剧《我的女神室友斗娜》，除了两位主角感情备受观众们瞩目之外，李正宇饰演的星探兼经纪人也引起热烈讨论。李正宇在剧中登场时，马上就有网友截录了他出场的片段，纷纷大赞他真的很帅，出道这么多年还是很完美，果然是成熟男人的魅力，简直比男主角还帅啊！更有网友笑称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梁世宗？配角完全抢走主角风头了呢？事实上，梁世宗虽然是主角，但他的角色设定就是平凡的大学生，因此剧中造型较为朴素。有网友替他还价表示，他已经长得算不错了，可以说是帅哥啦。但有网友认为梁世宗的长相外形都太普通，没有男主角该有的气质，甚至直言整部剧就靠秀智一个人的颜值在撑而已。